中大调查发现，出外用膳次数越多越容易致肥。好似做会计的陈生，由于工作繁忙，三餐大多数都是出街食，体重最高有250多磅。我就食嘢咯，咁想食就食咯，咁就唔会拣咯，同埋都比较中意食咯。咁基本上食到系唔想食为止，或者食到好，即系都系食噶啦，总之唔会停噶。后来他因为肥到连行路都觉得辛苦，于是找营养师改善饮食习惯。